中，怎么如梦偶？四周压迫压迫，坟墓里多难受。虽然很痛，泪虽然诅咒，每刻记得记得，没错了。内心布满暗影，仇恨恶毒欲望愤怒，失去躯干无关，做盖棺火葬，净化做尘土，怨念弥补，狂风吹不倒，是恶火。每夜散落残忍，血肉祭祀重生。让你步向痛苦，满身伤痕，眼眸里没情感，已抹去泪痕，不再受困，心已勾破断。欢迎收睇今集嘅灵异村嘅，咁又系阿村长同大家主持呢个节目嘅时间啦。咁我哋今集咧见到隔篱咧呢个系人嚟嘅，放心系人嚟嘅。咁我哋有奶嘢奶嘢嚟啊 ，Holly。咁阿 Holly 咧就经常性奶嘢关系咧，咁今集咧就系、是，所以佢又上嚟做嘉宾同大家分享下啦。咁阿 Holly 咧，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啦，就因为你嘅工作关系啦，就成日都要去旅行，包括系咪日本最多咧？日本最多，日本最多，仲有。仲有冇啲其他地方？其实台湾都好多嘅，即系最多就系日本，跟住就台湾。咁其实你觉得濑嘢最多系日本定台湾？哇，又神奇喎！即系日本系多啲，多啲嘅，嗯，系啊。但系台湾有阵时佢信呢家嘢，佢会请人去清下呢啲嘢。日本系多古仔，唔系台湾系多古仔听，日本系真系自己有啲亲身经历。嗯，但系如果我系嗰啲人，我都会虾你咯。系呀，因为你净系睇下斋坐喺度，你望下个体型，你就知道佢好好虾，我都高佢咁多。你知唔知我买嗰啲衫翻嚟咧？咁我见到人哋网上边啦，嗰啲女仔着得好靓，好似少少短裙咁样咧，着衫嚟嘅，跟住我就俾好咗俾 Ollie 你着佢，我唔啱着，佢一着落去变翻条裙，我着连身，咁我就已经好唔公平啊！呢、這个世界系啦，灵异村嘅村民你哋好啦。咁其实咧，我都唔算系濑嘢濑最多嗰、那个。人嚟嘅，我会觉得，因为我身边有啲真系，即系因为佢哋有啲直情阴阳眼啦，会见到啦，有啲咧系濑嘢嘅次数系比我更加严重嘅，迟啲就会介绍埋俾你做嘉宾啦。我啲算碎料啦，真系，我真系好碎料啊！但系都系喺日本比较多，同埋呢啲一瞬间我嚟紧讲嗰个经验咧，就系完全系印证到系佢专系恰我嘅，因为我嗰间屋出事之后咧，我就借咗俾一个。男仔朋友最个妈嚟东京，咁佢系冇事，佢系瞓得好安乐嘅。
佢嚼住我嚟揼嘅，我覺得嗰啲即係覺得如果你一個男人啦，或者粗聲粗氣啦，係冇問題嘅。同埋咧，我哋未開始個故仔之前，我發現咗嘢，原來講粗口真係可以劈邪嘅。嗱，這個火滾呢，火滾呢家嘢咧係其實係我覺得係你嘅嗰個嬲怒嘅程度就緊要過齋粗。但是呢如果你嬲怒的程度一路一路加猛下去咧，佢系会弹走嘅。因为我一阵间讲完我的故事咧，就会顺带讲埋我嗰个朋友点样嘟走啲鬼嘅。系系啦，好好笑嘅。其实咧，如果嘟走啲鬼嗱，咁我就觉得广东话精要啦，因为咧英文字有限咧。就佢哋有神父啦，有成啦，咁樣都來來去去都 F 字，就冇乜精要啊。係，同埋實驗證明咧，粗口咧係無分國界嘅。你喺日本嘟嗰啲鬼咧，佢都知道你嘟緊佢嘅。嗯，咁我就算聽到外國語言對我火滾，我都 feel 佢係嘟緊。係啦，係將個氣場氣勢，咁啊係冇呢個同音樂一樣係國際語言嚟。嗱，廣東話有九音，咁你仲要加埋咁多個字，係咪先？咁再加埋你嗰九個音落去咧，個氣勢如虹添啦。嗱，你講咗重點啦，就你個情緒演繹得好。係啊。哦，咁啊系，香港人对火滚系啦 ，OK， 系啦。咁我想问你，咁你因为冇见你一排啦，咁我知道你去好多地方。咁我甚至乎咧就睇呢个咧《三果日报》咧嗰个动新闻啦，我就见到阿 Holly 嘅精彩演出。咁阿 Holly 精彩咩演出咧？就系喺呢个情趣酒店，唔系佢演出，系佢咧带嗰、那個《三國日報》嘅記者，就喺日本咧搜羅咧嗰啲嗰啲情趣酒店、時鐘酒店，係啊，係嗰啲特色啊。我哋懷舊版，我哋今次玩係啦，專係玩一啲懷舊版超和時代嘅一啲特色酒店。喂，我傾情演出嘅第二集嘅時候，我喺床上跳噶，係啦，我掟枕頭噶，係啦。但係咧，我覺得幾得意嘅，因為咧。即系我哋呢啲咧去旅行咧就好少会见到呢啲嘢噶嘛，咁但系咧哇原来日本嗰啲咁靓嘅，我睇啦你个动新闻啦，就系又有架车嘅主题啦，几靓喎，咁又有啲唔知点样系上面系镜嗰啲啊，系啊系啊，嗱但系我哋发现。近排咧有個趨勢咧，就係原來唔係淨係情侶先會租，有啲係會兩三個女仔會租一間房嚟開 party 嘅。哦，係佢哋唔會覺得好，大家都唔會覺得好尷尬，因為佢哋寫埋咧有情侶嘅 package， 有一個叫女子會嘅 package， 就有埋嘢食，可以做埋到會，你即係開大食會咁樣嘅。咁所以我哋玩咗間房咧，我哋兩個女仔入去咧，係有 jacuzzi 啦，跟住又唱曬 K。咁其實我哋好快咁過兩個鐘，我哋當 book 咗間 K 房。哦，係咯，其實買埋嘢食入去係 OK， 但係呢啲又會唔會有瀨嘢？嗱，係有嘅。我想話我去嘅，即係我意思就超和時代間，我哋直情其中一間咧，我一入去咧，我大家都 feel 到陣寒風，就你眼望我眼，即係個 cam man 同我一個女記者同我啦，即係你眼望啊，我哋大家咧，哇！我依家仲毛管動。我哋都 feel 到有啲嘢嘅，嗱係啦。點解我會解釋點解會咁講咧？我唔係襲你，我係想話嗱，當我哋見到好美麗、好可愛嘅一面嘅時候咧，咁佢梗係有恐怖一面。嗱，佢宣傳手法好好嘅，因為喂咁我齋做情侶啊，爆爆生意咁唔足夠噶嘛。咁我做埋一啲，譬如啲女子會啊、男子會啊，佢哋可以唱，因為佢哋夠地方啊嘛，係啊係啊，又唱埋 K， 食埋飯，又可以玩埋呢個嘅沖涼，又可以喺嗰度跳下跳下，咁好開心嘅，可以喺朋友聚會咁平過卡拉 OK 啊嘛。因為你卡拉 OK 逐個人計錢，咁但係你而家嗰個係個房錢。哦，但係原來係三 P 係加錢㗎。係咩？嗱，因為我哋唔係間，我哋得一間咧係預約咗係真係。揾埋個諮詢咗埋個會嗰、那個叫咩設計師去採訪之外，其他我都係偷拍嘅。咁但係偷拍我哋唔係偷拍人哋啦，我偷拍自己啫嘛。咁咧個經理好笑，我入去跟住因為一定有個 camera 揸機噶嘛，跟住咧做我，因為我係講日文嗰個嘛，另外個記者唔識講日文，咁我就咧喂，其實都係你搞到我識日文嘅，你知唔知啊？係你個事啊 ！Holly 學日文啊，就係、是、呢句説話搞到我依家識日文同埋哦，係因為我哋揾書勁啊嘛，佢我學咩佢又跟我，咁我學日文你學埋啦，有用啊喂！係啦，咁我就係因為你，我依家可以靠日文揾食啦。啊，係啊、就是、，OK 啊 ，OK 啊，我已經回傭俾你。你係啊，好啊，好啊，好啊！我因為係識日文嘅關係，咁佢就叫我幫手協助個採訪啦，去幫手租房啊咁樣。咁我發現咗兩樣嘢，第一你打去預約咧，原來大部99%使用酒店係唔可以預約，一定要 walk in 嘅。
咁另外咧就係我入去嘅時候咧，我就學就同嗰個店嗰個 reception 嘅一個姨姨話：哎呀，我想要邊一間房，因為我哋指定間房有特別設計啊嘛。跟住咧佢就已經見到我哋後面一個女仔再加一個男仔啦。跟住人嚟噶嘛？係啦。咁跟住佢就你哋三個人啊？我話。是啊，跟住佢叫你三 P， 你咪三 P， 系啊，跟住收。其實你哋記者咁興奮嘅，點解你個女仔咁興奮？似係我包咗條仔，再加條女，係啊，同我三 P， 我好似我係俾錢個老細咁。OK， 我非常之主動咁樣做，我係係啦。咁跟住仲要係個女仔咧，因為個女都係記者揸熟 camera， 即係叫輔助嘅啫嘛。跟住咧我講完之後，個好興奮，跟住個女仔衝出嚟俾錢啦。跟住佢心諗啦，跟住嗰個師奶就眼都突埋，佢覺得我哋兩條女係好姊妹。約條仔同我哋玩咁，佢有冇送嗰啲咩抌俾你啊？有冇送 Adam 俾你？其實佢係咪都包嘅？哦、okay ，一定熟。不過佢送啊，你用唔用就你自己事啦。你有冇攞嚟留念啊？我冇啊，不過攞咗件情趣內衣嚟留念，因為佢哋入房之前，佢好似個 waiting room 個 lobby 係好多嘢玩嘅，即係你好多嘅。小禮物可以攞啦，零食啦，有得零食啦，有啲好唔同得意嘅沖涼嘅泡泡嘅波波嗰啲咧，嗰啲沐浴球，仲有咧有一個扭蛋機。咁你扭蛋入邊咧，佢就有啲乜嘢會可以 redeem 到咧？咁可以情趣內衣啦，震蛋啦，之後情趣用品啦。咁所以其實係幾抵嘅，你500英扭一次。咁我就扭咗件情趣內衣。我最近同啲同事講笑。講一個好搞笑嘅笑，我個同事無啦問我咩叫收音機嚇？咩叫收音機？收音機嗰啲收音機啲人咧嚇，咁同事一講收音機我就知啦，即係而家美容院好興賣收音機嘅。咁你知咩啊？我唔知啊，收音機。總之美容院咧就好興咧叫人做收音機療程嘅。收音機啊有啊有，我俾人 sell 過。跟住然後咧，咁我就話。嘿，唔好信啲嘢啦！你買震蛋咪當收音機，我喺度講笑勁賤底啲，唔好教壞細路。好啦，嗱，先講翻啲講完好輕鬆係咪？今日講翻恐怖嘢你聽喎。即係因為咧，當你諗下啦，好快樂嘅一面背後就有好悲觀一面。日本係一個咩民族？日本係一個自殺率好高嘅民族。咁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亦都咧會揾一啲地方去自殺咧，亦都係佢哋嘅任務嚟嘅。咁其實喺酒店咧，呢個自殺咧係非常之高啊。嗯，但係唔最初就未必係情趣酒店啦，即係真係個靚靚酒店啦，即係自己最後一程咧喺個好嘅地方咁有自殺。咁你會發現啦，你而家去住日本嘅酒店咧，啲窗咧好鬼難開，開得嗰條罅，就因為過往以前舊嘅社會咧，啲人咧揀跳啊。因為佢日本房屋矮啊嘛，自己住嗰啲，咁你去酒店嗰啲咪高層跳到落去十幾樓就得噶啦，七樓八樓都 OK 啦，係咪？咁後屘咧，佢就開始咧，就係以呢個安全為由咧，就係將嗰啲窗咧越縮越窄。你而家開咧滴咁多嘅啫，俾你開到。咁啊，仲有啦，其一佢防你自殺啦，話大佬酒店唔掂啦。咁第二啦，咁嗰啲日本人咧就心諗，我最後一程走，我就梗係要住啲靚啲嘅地方啦，係咪？我走係咪？我未必，我唔使埋單嘅出事。咁所以變咗有見及此咧，佢哋啲防禦措施咧就做得好好。咁同埋咧就係咧。日本人咧就係、開始咧就轉場，就轉去咧就係呢啲地方咧就選擇最後一程，因為點解咧得意啊、特別啊、氹下自己啊，然後就一個解決。咁佢哋咧，但係咁喎，佢哋係有揀嗱呢啲恐怖嘢啦。你記唔記得以前有本咩自殺手冊？即係有本教人自殺手冊，係啊，完全自殺手冊啊嘛。咁佢哋咧就唔係嗰本嘢教，即係只不過佢哋好多呢啲嘅話題嘅。咁佢哋咧就相信咧，如果揀啲有鏡嘅地方喺嗰度自殺咧，你唔係就係中咗有鏡嗰間？有嘅有啦，係咯，就係嗰全部鏡。係啊係啊。啊，咁啊聽埋啦。如果你揀一個，我哋咪就一入去就已經毛管凍咯。因為咧，佢哋咧就係有一啲咧，嗱，我唔知佢喺邊度聽翻嚟嘅。咁曾經有一本咧漫畫都畫過噶啦，就係鏡同鏡之間咧係有個空間嘅入口嚟嘅。咁佢哋咧就想揀一啲有鏡嘅地方咧，就覺得自己喺嗰度死咗之後咧，就唔使逼死嗰度，可以穿越啊。咁就穿越啲佢想去嘅地方。佢諗錯咗你啱話啲嘢俾你。係啦，但係其實咧，通常咧，如果真係我哋呢啲咧做得靈異節目多嘅人咧，通常有鏡嘅地方咧就夾咗你喺嗰度嘅。系啦，就系欣讲一个有样嘢叫被绑铃啦，其实佢 capture 咗喺一个空间，佢走唔甩嘅。系啦，咁佢咧就成日咧当咧就唔知系咪哆啦 A 梦嗰个出啦吓，佢
佢就当咧有镜嘅地方咧，就会系一啲有空间啊嘛，我咪可以走嚟走去咯，咁啊，佢咁谂。但往往咧拣啲有镜嘅地方去咗咧，佢就成日都喺翻嗰啲有镜嘅地方出现。咁所以咧个恐怖程度就高咗好多。咁佢亦都喺呢个地方咧就濑咗嘢。咁不如你而家讲下嗰间房点样濑嘢？嗱，其实嗰间房咧，本身咧我就唔系话好。我最主要出事不是那间房，因为我是自己，因为 我上次我去东京的时候，我是住了个几月，我只租间屋住的。而那间房呢其实本身呢只不过是它是一个红色很传统啊。你有没有看那套金鸡呢？大家吴君如金鸡好是那个八十年代的氛围。你那个床、你那个新闻我 share 在我 Facebook page， 你在 Facebook page 看就看得了。但是不要说是我说的，但全部都知道我现在。不要说我说的，因为他们的焦点不是那个灵异事件。Okay. 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只不过是大家都 feel 到很神奇，因为我们首先我们开到门的时候明明锁匙啱，但是锁都锁不到，我们以为是我们笨拙呢。我们会觉得有些阻滞的，就是去的时候在门口，其实在个走廊都挺害怕，因为很暗。好舊，因為嗰間酒店我諗都有成六十年嘅歷史。點解我哋去呢一間咧？其實係真係係有少少霉同噏噶，因為嗰間真係好舊好舊。我哋今次做嘅係懷舊主題嘛，咁都成五六十年歷史嘅樓齡嘅一個建築物啦。再加上佢本身一定好多事發生過啦，一定好多事發生過啦咁樣。咁、那個走廊咧就好傳統，好暗，甚至乎唔係一個酒店嘅格局嚟嘅，係以前啲人嘅住宅嗰個走廊嘅感覺係人哋嘅住宅咁樣。其實我哋屈喺個走廊度又好暗啦，好黑。雖然日頭啊又好暗又黑又好焗咧，其實已經好驚嘅啦，錯轉鎖匙。跟住咧，明明嗰度應該好焗噶嘛，入邊又我都未入去，唔會有冷氣。一開嘅時候，陣涼風攝埋嚟，我哋三個都打咗個冷震咯。你都驚噶啦，冇。但是就都驚嘅，咁但是咧，我想講話喺呢間酒店反而我哋唔係真實去見到，但是聽到好多，就因為都會我哋都會同一啲點講咧，守住呢啲叫嗰啲叫 reception 啊，或者其實有呢啲守業者啊，其實係好多原來好多呢啲傳統嘅超和時代嘅旅館啦，就係、有一啲公公婆婆仲係看住，其實佢哋個生意嚟嘅。咁佢哋仲守住一個當守住民宿咁做啦。咁其實咧，我係問過一個婆婆咁樣啦，即係其實原來咧，我哋喺電影裏面咧睇到一啲好經典嘅情節咧，係真人真事，仲要係屢見不鮮嘅。嗰、那個情節就係咩咧？殉情。原來好多人咧係會選擇時鐘酒店去殉情啊。例如我諗套經典嘅電影就係嗰啲大家各自有。一段婚姻、或者有伴侣啊，跟住就年纪都唔细啊，黄昏恋啊，五六十岁啊，系啊，年纪又唔细，但系各自己有伴侣咧，系会选择呢地方去殉情。其实你咪话依家已经做得很好好啊，窗开唔到，冇用噶，佢哋轻服毒自杀噶。嗱，呢样嘢咧就你永远都防唔到啦，就系咧佢哋咧层出不穷。其實本來咧，空中飛人咧都好，即係都有啦，有跳軌啦，有空中飛人啦，整下整下咧就燒炭啦、燒炭啦、服毒啦，即係佢哋係層出不窮。係啊，佢哋係會佢哋係喺佢哋世界，佢哋演繹得好凄美噶。佢覺得我同你今生不能相愛，我哋一齊死啦。跟住我哋就會買樽毒藥，買曬所有情趣令我哋可以玩得好開心嘅嘢，跟住就去租時間。時鐘酒店，跟住咧就喺最興奮嘅過後，雙雙離開呢個人世，甚至乎有啲藥咧係令你心，佢哋個心臟病噶嘛，通常年紀大，咁佢就會某一啲藥物咧係令你係最興奮嘅狀態地嘅時候就會離世噶啦。咁咧系啦，就系俗称嘅马上嘟啦，咁样咧就系咁样，原来系咁样，系啦。咁佢哋会觉得咁样死咧系最凄美、兴奋，系啦，咁样死系佢觉得系即系死咗之后人生最快乐嘅 moment 到死，仲系咁嘅样，威唔威？咁就好大系啦。咁原来我以为系电影情节啦，之前，但系原来喺日本咧系常态嚟嘅，真系唔系一次半次，即系唔系咩新闻嚟嘅，所以。
喺新聞都唔會報，但係原來咧係殉情啊，唔同嘅年紀啦，可能30幾又好，40幾又好，50幾都有嘅。咁原來殉情自殺，仲喺時鐘酒店殉情自殺嘅。發生的頻率是很高的。我就以前咧就聽講過咧，佢哋好多人咧就係咧到咗五六十歲，咁因為咧佢嘅責任完咗啦嘛，仔大女大咗啦嘛，咁佢嘅人生束縛冇咗，但係嗰陣時就想自由。咁喺五六十歲嘅時候咧，當即係時間有翻啦，就出翻去個社交嗰度咧，就結識到一啲新嘅人啦。咁就因為咧日本人好奇葩噶。佢結咗婚之後咧，生仔之後咧，就係冇性生活，枯燥。係啊，好奇怪啊！我都問咗好多，原來係啊。咁佢哋咧，因為佢哋個結婚係為咗個責任，即係多於愛情嘅，就係佢哋兩個行埋一齊咧。哇、大家咁上一夠年齡啦，咁就結，咁變咗咧，你冇嗰個好深厚嘅感情基底嘅。咁啊，我甚至乎我以前個校長係政治婚姻添噶，所以咧佢同佢老公咧出嚟咧，可以好似咧客人同即係百貨公司嘅 sales 對住個大客咁樣。係啊，講曬敬語啊。係啦，咁所以咧就係、是、變咗咧，佢哋到咗年紀大咗之後，即係但係佢哋一定要生仔，因為佢哋嘅傳統啦嚇、即係要傳宗接代啦。咁到咗仔大女大之後咧，突然之間覺得自己我人生做緊啲咩啊？咁啊，頓時之間咧，嗰陣時咧，先至去揾翻以前嘅朋友啊，啊好夾啊，因為以前可能一齊讀過書，或者係以前有一段好長日子係朋友，就啊突然間咧講翻大家講翻細個嘢好夾，因為咧有幾個個案都係咁。咁佢哋於是就相約咗喺啲地方嗰度，就後嚟或者咧服毒啦、燒炭啦、雙雙自殺啦。咁、最神奇嘅係咧。當嗰個自殺案出咗嚟之後咧，佢哋啲仔女啦，佢哋嘅丈夫，因為完全唔知情啊，甚至乎係對，即係連嗰個太太原來同自己嘅中學同學係有啲咁嘅嘢，佢都唔知情，好愕然啊，估唔到，因為呢個太太幾十年嚟一直都係喺度好媽媽，係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大悲劇。因為原來呢個女士佢幾十年以嚟咧，佢已經壓到爆其實佢只係為咗一個責任，啊、即係佢只係個哦，我唔係愛情，我只係因為當時屋企一定要我結婚。喺日本嘅女性咧結唔到婚就係敗犬，咁、就所以就唉是但就遇上一個咧阿爸話佢經濟 OK 係可以信託嘅人，咁就結啦，咁就幾十年，咁所以咧就變咗當時咧，佢居然咧出咗呢啲之後咧。嘣嘣聲變咗風氣，因為原來好多人都係咁，你知道有 copycat 呢樣嘢噶嘛？咁啊形成咗咧，就係咧你頭先所講啦，有鏡嗰一啲咧，其實咧雖然可能你覺得好爽，但係其實裏邊咧好多呢個人整個嘢。咁講翻啦，你入到去呢個房嗰度啦，除咗嗰陣風啦，咁你一直有拍攝噶嘛？你其實睄鏡，你有冇啲咩嘢？我係唔敢望啊，我係好渣，因為。嗰段日子就係咁啱，我係特別敏感同埋驚青嘅，因為其實佢哋拍攝過嚟嗰段日子就係我啱啱都租咗一間唔乾淨嘅屋嘅日子嘅。啊，你喺嗰度租屋啊？係啊。哇！你之前嗰度你工作好長時間喎。係啊係啊，咁所以我記得你去咗幾個月啊。係啊，我託你幫買。咁因為嗰度依家咁樣租法咧，其實係平過住酒店噶嘛。咁其實就租咗一年，跟住大家唔同月份就邊個唔同人交租咁樣咯。咁呢幾月交租嗰個就唔抵啦，哈哈哈。係啦。咁但係你租個屋有冇問題啊？我租嗰間屋咪就係我，其實反而唔係時鐘酒店唔係最大問題，我住嗰間屋最大問題嘅。哦，因為點解咧？嗱，你講俾我聽，你點租屋法個手續俾我聽？嗱，其實咧，因為我係香港人啦，我亦都未有日本嘅簽證啦，當時未有張 alien 卡啦。係啦，日本人如果外國人登陸證咧，個英文叫 alien 卡，我嗰陣時攞到嘅時候咧，外星人，好威啊！我覺得真係好威啊嘛。係啦，咁所以咧就係你一定要有呢張證啦，同埋你要一個日本人擔保你啦，或者一學校擔保你啦，即係要人得唔容易租嘅。咁你嗰陣時係啦，你咁樣去你點租屋咧？嗱，我係同一個香港人租。咁其實近年都好多香港人喺日本置業啦，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喺日本置業嘅，咁我咧就同咗 through 咗個日本喺日本置業嘅香港朋友，而佢喺香港住，嗰間屋連佢自己都未住過嘅，佢一買翻嚟就連租約，跟住咧咁啱個佢知我哎呀我嚟緊要去日本喎，跟住佢哎我個住客咁啱又走咗，不如咁啦，我就喺香港我哋做一個租成個租務手續喺香港做嘅，咁。嗱，我就從來都冇怪過朋友啲人就話：哎呀，乜個業主咁多，個業主真係唔知嘅。咁所以咧，就釀成咗今次嘅
悲劇啦。咁但系你喺里边有冇运仔病？即系嗱，阿 Holly 住呢间屋咧，系撞到好多古怪嘢嘅。咁、因为咧，就我哋而家开始咧就讲佢间屋嘅古怪嘢啦。咁我首先咧想了解一样嘢，你打我有冇病同埋运仔咧？有，系同埋唔系最惨就系咩啊？我烂面啊，系点烂法咧？我平时唔系太多暗疮，即系我系唔会成爆到成面都系疮，最多都系M 嚟之前幾粒咁樣，但我係成面爛曬咯，係爆瘡爆得好緊要咯。咁有冇濕疹發啊？呢樣嗰樣？濕疹反而就唔係好嚴重，有嘅，因為我不嬲都有濕疹，所以我就唔會怪佢嘅。咁但係爆瘡爆得好嚴重啦，跟住個人係成日都好唔開心啦，咁樣。又唔記得攞啲手工揀俾你，俾啲手工揀。成日都個人温温頓頓，即係又唔係好都唔算温頓嘅，不過就會突然之間喺間屋度咧。無時無啦啦咧，好似好有壓迫感，好似好多人圍住我，而嗰個能量係好 negative， 好 sad 啊，跟住就突然間自己喊咯，但係其實冇原因嘅。咁但係嗱，我想問你，咁工作上有冇阻滯咧？有嘅，係點樣阻滯法咧？係絕對有阻滯，譬如有啲 project 係本身係話會其實叫得我日本咧，其實有啲 project 本身係會做嘅，因為我依家都會做啲傳媒嘅聯絡嘢多啦，咁係突然之間個 project on hold， 搞到我即係企咗喺度，我人嚟咗，但係要做嘅嘢又做唔到喎，咁點咧？咁跟住會好多自己同朋友的人際關係，雖然越洋啦，咁人際關係都出了問題啊，即係有些朋友不見了人啊咁樣。哦，咁你食唔住呢條水啊？即係我意思你撞邪。你知唔知有些人咧就專食我哋叫撈偏滿飯。咁藝人咧其實屬於偏滿嘅，即係所有 artist 嘅屬於偏滿啦。有些人咧條命咧就撈偏滿，撈得好掂。佢遇到呢啲嘢咧，佢又病啊冇嘢啦，仲發達啦，係啊，仲好旺佢啊，揾到好多錢啊，掂掂掂嘅三個掂字。但是唯獨是咧，呢一種人咧，佢會黑啲咩咧？佢黑其他嘢，但係唔關病、唔關錢嗰事。可能佢會黑咗落去即係可能喺啲屋企啊，黑即係黑第二啲嘢，唔同嘅嘢啦嚇。咁譬如佢唔撈得第二行噶啦，佢撈第二行就即刻唔成功噶啦。咁有呢堆人，有一堆人咧唔食得呢啲偏滿飯，即係話佢係做緊偏滿呢行，正正常常本身冇事呢啲啦。但是他一撞到这些东西呢他就有阻滞了。那我觉得 Holly 你就是这一种人。是有阻滞的。是的，那这间屋你刚刚进去住，你日本去到住打开门，那第一天已经我打开门那一刻已经想喊了。因为我那时就不是肯定是灵异地咩，但是因为呢上一手呢就走得很闯，即可能走得很闯出。好了他。好了他。跟住業主就已經俾咗錢一個叫日本嘅管理公司去做清潔去執，咁但係佢都係冇做到咯，佢收咗錢就未做嘢咯，原來嚇係啊，有冇同佢投訴啊？有，咁佢就之後佢係遲咗嚟，唔係唔嚟咯，佢話咁我住之前你冇嚟就係冇嚟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一個廢墟嚟嘅，我去到嘅時候就住唔到嘅。咁同埋咧，好奇怪喎！佢話係一個男仔住嘅上一手，但係唔知點解咧，我見到一啲雙眼皮膠紙貼到周屋都係嘅，成間屋偽娘。喂，咪住有冇曱甴先？冇嘅。哦，有曱甴你大鑊啦，好大隻嘅，本曱甴都。係啊係啊，我見過，都喺街度見過啦。咁同埋我住嗰區咧，其實咧本身個氣場都係麻麻地嘅，但我去之前我唔知咁。緊要啦，就係、是、其實我住喺新宿區嘅。但係佢話係一個男仔，你話入邊黐滿曬雙眼皮膠，所以都好多想像喎，即係好雙眼皮。唔係，係啲頭髮好長嘅，因為我見到好多長頭髮喺地下。好恐怖啊！即係佢識咗個女朋友咧，一係就係、是、其實佢會唔會其實轉？其實咧有一樣嘢我恐怖啲嚇你，對上住嗰個的確係個女仔嚟，嗰、那個男仔只係幫佢鳩洗底。不肯定啊，可能是因为总之他租约是一个男仔，他说他一个人住，管理公司这样跟业主说，那业主当然不会去求证啦，业主在香港嘛，但是我去到我越住越觉得没有可能那是男仔，但是唯一可以说他是男仔的原因就是因为很污糟邋遢，我是看得出上一手最好不起，日本现在的女仔是很污糟邋遢的，他们知不知道他们是男尿片上班？
即係我好懶啊，唔想去廁所啊。咁我開緊會好長時間，佢哋著成人尿片咧，就好急嘅時候靜雞雞咁去咗咧，咁就。但係佢啲長頭髮係多到咁樣去嘅，就好多長頭髮啦。咁佢最恐怖就係其實我住落咗個幾兩個禮拜，其實會不停成日都會揾到啲長頭髮咯。嗯、但佢走咗好耐。打後咧就好多精彩嘢，嗰只嘢出嚟搞搞震啦。咁我哋 part two 翻嚟話俾你知，嗰只嘢點樣對付 Holly。亲爱观众，系咪好想买罗永恒灵异村嘅节目呢？嗱，方法好简单，冷静啊，听住咯。首先咧，你喺我哋嘅网址登入嚟，咁你就要用 Facebook 或者 email 登入。登入咗之后咧，你就要拣呢个嘅节目付费嘅方法。咁然后咧，你喺购买节目入边咧，只要拣我嘅节目啦，就系罗永恒灵异村三个月啦。唔好拣错，阿 Jam 话明系拣错咗，唔回水嘅。咁拣咗我哋嘅节目之后咧，你就可以选择付费方法啦。分别咧，你可以用 PayPal、Credit Card 或者银行入数嘅。如果你系用 PayPal 或者 Credit Card 嘅话咧，咁基本上咧，你一买咗咧，就已经系即刻咧，直接咧就已经可以随时咧可以收听我哋付费部分噶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用银行入数嘅话咧，咁你就要 send 翻你个入数纸俾我哋，咁我哋咧就会帮你开通噶啦，系咪好简单呢？咁仲唔即刻行动？